经本443页最后一行，443页最后一行，从第二句看起，又自大本始日。身亡是日，大吉七七日，波州九十日等，少则大本一日，关经十念等，年日者，以今天道为民之一周。那么这个还是讲这个刻定期限来念佛。那么讲七日的主要的是阿弥陀经啊，给我们定的日期是一日这七日。那么多呢，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十日，大吉经里面给我们讲七个期啊，就是佛期连到打七个佛期。波州三昧经上也是讲专修念佛法门，它是以90天为期限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时间长短佛在经上讲的并不一致。为什么并不一致？诸位要晓得，佛讲经是切机切理，某一个法会有那个法会的听众，听众啊不相同啊，也就是听众的善根习气不一样，有些善根厚的根利的，佛讲的这个期限呢就少；根性钝的、业障深重的，佛讲的期限就长。我想如果释迦牟尼佛今天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一定不会讲七天，因为七天我们决定做不到，七个期也不行，也做不到，真的恐怕要讲到七年了，3年到七年也是能成就，这是真的。现在我们的根性比古人呢差远了，就这个心地的杂乱啊，从这两方面来观察就非常清楚啊。古人的心确实清净，不像我们这么杂乱那么杂乱就是苦报的根源，这个心地清净就是恶报的因由啊，这是不可以不晓得的。这个大本跟观经里面讲少则一日啊，观经讲的更少，十念。底下这一句很重要啊，不管是一日、是七日、是日。凡是讲一日都是讲一周一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是慧明之一周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24小时啊，这个算一日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念佛了，如果白天念晚上休息，那是半日，那不是一日，那是念了半日。
打破企业里面还有很大的折扣在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啊，看抄七要者，若具如来得菩提，时不息于日，则非日非劫，言有其日。这从理上讲，若具菩萨修行，说动静成劫，这无穷无尽呢，何止其日？啊，那么菩萨从四修上来说，要三大圣期劫，要无量劫，那其实怎么能成就啊？啊，这是一个从事上讲，一个从理上讲。从理上讲，隐义里面呢有一个注解，啊，有个小注，这是引用经上所说的。那么这个经是以经上所讲的，也就说明这个时间呢跟空间都不是真实的啊，没有实体可得。时空在佛法里面都是属于啊不相应行法啊，不相应行法，拿我们现代的话来说，它属于抽象的概念，绝对不是事实啊。佛法讲一切法分为心法，这是精神方面的；色法是物质方面的；不相应心法，它不是心法，它也不是色法，甚至于它也不是心所有法。但是，它是从心心所色法里面呢。假设的这么一个东西啊，它不是事实。因此我们对于这个要清楚，不要去执着啊，你要执着就变成妄想了啊。实际实在讲呢，是每一个人从观念当中啊产生的一种错觉。一切众生对于身心的感受都不相同，有人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快，有人感觉这个时间过得好慢好慢。你们到底觉得这时间是快还是慢？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感受不相同啊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才晓得经上常讲的念皆圆融啊，把一念一刹那变成无量劫，这个时间就过得太慢了。把无量劫浓缩成一刹那，好像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嘛。每一个人感受不一样啊，何况六道众生，又何况十法界众生。啊，我们曾经听说，这个从前呢，宋朝时候秦桧呀害死岳飞的这个人，听说堕阿鼻地狱了。又听说他现在已经变成猪了。啊，曾经被人杀了时候扒皮，那个猪身上写的秦桧七世身，那么换句话他已经做了七次猪了。
阿鼻地狱是无量劫，他怎么出来做猪了呢？在他堕地狱的感受是无量劫，一点都没错啊！他那个感受是无量劫，所以说度日如年呐、那要过一年就等于过几百年一样啊！啊，他是那样的感受啊，绝不是以我们世间年月日来计算的，不是这样计算的啊！要通通把这个计算出来，那就错了。所以佛给我们讲真实话了，时不是定法啊，时间不是定法。这个经上啊，幕后引用这首偈子说得很好啊，在这个引义注解，注解前面我们不讲它了，后头这首偈子说：一念普观无量劫，无去无来亦无住，如是了知三世佛，超住方便成实力。这个经文好像是华严经上的偈子啊，这是给我们说明了真相啊。那么真相如是，佛为什么要给我们立一个期限呢？啊，这底下讲，经立期要者，一末化众生修诸功德精进很难，费持恒意，应许克现乃发圣贤啊，这是佛的真实意。为什么给我们定个期限？怕我们懈怠呀！希望我们在他老人家规定这个期间当中，我们会有一个成绩啊，是为了精进，免懈怠，用意在此地啊，这个是要知道的。所以他定一日、七日、十日啊，或者是三个月，或者是三年啊、五年。你看我们中国祖师大德啊，把我们初学的这个阶段就定到五年啊，五年学界啊，希望在五年当中完成修学的预备基础啊，这个还不是学佛了，是学佛的预备基础，五年当中啊建立。这就是要讲求身心清净啊！现代人修学的困难就是这个基础啊没有了啊！是在讲事出世间法都是要建立在清净心的基础上啊！为什么呢？唯有清净心呢，他才有悟处，他才能悟如啊！啊，儒家从前念书讲悟啊，佛法更重视悟如啊。这个心地杂乱是决定不能悟如的啊，所以你要想悟如，就要把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放下。佛法呢，佛法也是妄想分别执着也要放下，念佛法也要放下，所以叫你念一部经，念一个咒啊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用这一念呢止一切妄念，是用这个做手段的啊，希望你恢复到心地清净。即使心清净了，这可以接受佛法，这个时候才
广学多闻，那才有能力听经，那有能力去参禅，啊，不拘这个基础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。古人用这个方法，几千年来成就的人不可称计呀。我们今天把这个方法舍弃掉了，这一代不但没有开悟的，那黄念祖老居士讲啊，连修行的人都没有了，不要说开悟，修行都没得了，这是可悲的啊！没有修行人，换一句话说，就得不到诸佛菩萨的护念加持啊！没有修行的这个地区，那就是妖魔鬼怪横行，这怎么得了？这个地方人怎么会不遭难？怎么不受苦呢？这是我们一定要觉悟的啊！所以今天不管什么人来说啊，他说他是什么佛带来的，什么菩萨带来的，如果不是于古圣先贤教训相应的，我们通通不接受，我们决定不采纳啊！古圣先贤教给我们一门深入，入进去之后，这才博学多闻啊！一定要见，要知道这个顺序啊！所以，我看这一部《四十华严》。就是四弘誓愿的详细讲解啊，四弘誓愿你们都知道啊，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啊。你看在四十华严里面，善财童子、参访文殊菩萨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学菩萨道，那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他发的这个大愿啊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啊。他怎么学，怎么修学呢？在文殊会上，这叫本会啊。四十华严分为本末二会，本会就是接受佛法基础的训练，断烦恼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断了，无明也破一品了，破一品无明啊。这个时候老师开放让他出去参学，这参学是末会啊，末会就是五十三参啊。五十三参讲什么呢？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。最后一参遇到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那就到第四愿了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你看这一部四十华严岂不是就是讲的四弘誓愿吗？那么这个四弘誓愿就是佛教给我们学佛修行的次第
啊，所以在中国历代祖祖相传，五年学界，五年的本会，五年学界是本会，着重在断烦恼、断习气，成就自己这个法器。五年之后，真正身心清净了，不会受境界动摇了，我们佛门常说八风吹不动，到有八风吹不动，这才有资格出去参学，绝对不会被境界所动，听了人家讲讲还会动心的，没有资格参学，一定要到如如不动啊，才有资格参学。所以这是古德定的期限五年。那么参学，这讲那就讲要开悟了。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开悟呢？每一个人呢不一定。这因为每一个人善根不相同。善根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所修的不相同，福德不相同，缘分不相同，譬如古德讲我们净宗法门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三倍九品，古德讲在欲缘之不同，这个话好像是山岛大师讲的，在四帖书上讲的，讲得好啊，这一句才真正契合弥陀世尊的本怀，因为弥陀世尊是用平等法平等普度一切众生，如果说这个人过去是善根深厚，他遇到的时候他讲了上品上身，这个人善根差一点就下品下身，这还是不平等的，所以他老人家这一句话说得好啊，这个九品往生在遇缘的不同，那个善根薄的他遇的缘好，遇的缘殊胜，上品上身，善根很厚的人，你一生没遇到圣缘，你往生品位低一点，在这一生呢，与缘不同。那么缘是什么呢？缘就是心念心，你遇到的善知识，遇到的同参道友，帮助你建立坚定的信心，那这个缘深呢？如果遇的缘只劝你念佛，但是为什么念佛没搞清楚？自己半信半疑，这个善知识也讲不清楚，这个遇到的缘就差一点了。你念佛了，也就不很认真了，这样往生品位当然是下一点。语言不同啊，那才是真正符合平等度生的这个宗旨。我们实实在在讲，不仅是这一生呢，累世我们今天所遇到的语言是无比的殊胜，莲池藕益，夏莲居老居士、黄念祖老居士讲大小二本这样详细的介绍，这个缘的确是稀有难逢。那么我们这一生当中要不能上上品往生，就很冤枉
昨天我听了毕延培法师的讲演，现代台湾的佛教啊，我知道的很少很少。昨天看到这些年轻人，也很难得，他们口口声声所标榜的人间佛教，那么诸位同修仔细地想一想，我们今天念佛到底是人间的佛教还是天上的佛教呢？敬业三福，这是世尊在观经里面恳切的告诫，必须要遵守。你说他是什么佛教？孝亲尊师，慈心修十善业，这是人天佛教啊。这个四条做不到，没有资格受三皈，因为三皈五戒是建立前面这个基础上。我们今天受三皈的有没有去考核考核你够不够资格受三皈？糊里糊涂都受了。所谓是人情佛事啊，他有没有资格不晓得，他是不是真正孝顺父母啊，真正尊师重道啊，真正修十善业的。所以要依照这个标准，说老实话，我们有没有资格受三皈都成了问题了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《无量寿经》，《无量寿经》后半部完全是教给我们怎么样生活，怎么样处事待人接物，这是真正的人间佛教啊！这不是讲假话的。人天二乘菩萨佛是一个不可分的。我们见思烦恼断掉了，就换个名字称你做阿罗汉了。人没有改变嘛，换个名字嘛，譬如说你念书您念到大学毕业了，人家称你知识分子。你拿了一个博士学位了，从此以后就称你博士了。你有没有改头换面还是这个样子，换一个名称而已啊。你要对宇宙人生彻底觉悟了，那就给你个头衔，称你做佛了。所以不成佛法，哪里是界限呢？你们去找找看，界限在哪里？你能不能把界限找出来呢？找出界限出来，那才有区别。找不出界限，原来是一体的嘛。所以经上常讲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这两句，我想许许多多同修
都能够说得出来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讲的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那我要再问一句，住一切相，底下一句怎么讲呢？离一切相嘛，即一切法，住一切相呢？底下一句怎么办？你们会不会呢？还是一切法了。就好像你这一个人啊，你没得博士学位的时候是你啊，得了博士还不是你这个人，你有什么两样呢？离一切法觉啊，觉一切法迷啊，觉的是他，迷的还是他了，哪有两样？所以跟你说，迷悟不二啊，一个人嘛，迷悟不二，立即同时。啊，力也是这样，急也是这样的。啊，诸佛菩萨跟我们在一起生活，跟我们没有两样，也要穿衣吃饭的。啊，日常生活没有两样，他觉，他迷，啊，觉了叫佛菩萨，迷了叫凡夫。啊，觉悟的人理一切相，心里面没有妄想分别之处。迷的人心里头有妄想分别之处，不一样的就在这里，除这个之外就找不到有两样的。所以刻期定下一个日期，它真正的用意是防止我们懈怠，意思在此地。底下呢，再跟我们解释啊，这个世间人重视其，朝里的说，切为是重者，如礼忏呢，曰其业；持咒啊，曰其变；此经难忘行数，曰其成。乃至国家四祖曰七庙，教民曰七年，戒臣曰七日斋戒之类是也。这是讲世间人世间的风俗对于这个七重视，所以佛在经上呢也就用这个。如果世间人重视八，那佛就说八。佛无有定法可说，你们重视这个，我就跟你说这个。提起你的注意。譬如说中国人对于五儒看得很重，说四可杀不可辱。好，那这祖师翻经啊，这忍呢，忍耐呢，就叫忍辱。这是什么？你中国人对儒很重视嘛，认为这个不能忍嘛，不能忍的都要忍，那能忍的就更不必说了，是这么一个意思，所以说佛说法了，契机契理，佛不立二谛而说法，二谛真谛俗谛，真谛是如来他的见解。俗谛是我们凡夫的知见，凡夫的见解，总是离不开这两个原理来为大家说一些法。底下是免地狱者，这些呢通通是注解书里面讲，书里面讲七日成佛了，免地狱苦，
经律意象也。这也是经典里面的一则公案，是幼王害父。王是国王，害父亲，七日当堕地狱。这是讲他的罪报。一尊者叫其称南无佛，王便一心称佛，七日不懈，命中至地狱门称南无佛，便与罪人皆得解脱。这是经律意象啊，有这么一段公案。这个过往要想杀父害母，这是忤逆罪啊，罪恶里的集中啊，这个是堕阿鼻地狱。为什么呢？七天念佛就可以免除地狱，这是真正的忏悔。诸位想想，他不忏悔，他怎么肯念佛呢？肯念佛就是忏悔。回头是岸，过去做错的这些罪恶不怕，怕的是不肯回头，不肯改过，那就不得了。所以儒家也说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什么是大善呢？改过是大善。所以真正能念佛，能念七天七夜，那是彻底的悔改。所以不但自己不堕地狱，感化地狱众生呢，通通都超度。立根者，因为立根一日，顿惑之期。这是讲人心从散乱到定。这个散乱心念佛念到心得定，念到清净，根立的人呢，一天就可以得到。顿根的人呢，可能要念好几天，甚至念到七天才能够得到。这个是要真正下功夫啊！我们今天念佛念了七天，清净心还是得不到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是一面念佛了，一面打妄想。换一句话说，功夫都破坏了。所以七天，七个七天都不能成就。我想很多同学都希望真正成就，为什么不能成就？几个人呢？去寻找不能成就的原因呢？你没去找。如果你把不能成就的原因找到了，把这个原因消除，障碍就没有了，你就会成就。那这个障碍是什么呢？大致上说起来，就是贪嗔痴慢无欲六尘，你放不下了所以一面念佛，一面常常这牵肠挂肚的事情啊，自然就跑出来了。大概原因都在这个地方总有放不下的。第二个因素没有能够
死尽偷心，投机取巧啊！啊，这个念头没有把它消灭掉，我们念佛的心不诚啊，不真不诚，这也是得不到清净心、得不到一心的重大障碍。所以自己要认真去检讨啊，要把这些障碍统统消除，彻底放下。为什么古人能，我不能？无论在事上在理上说，别人能我也应该能，这就对了。那么如果说从定再回归到善，顿根的人呢，得到定可能一天就失掉了，立根的人呢，可能保持到六七天，他清净心能保持这么久，不会失掉。立顿二根呢，隔一至七，就是一日到七日。下面跟我们解释，立根者，信明结故，一日成功，即得一心。便无所乱啊！一念一听就能得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除了有四一心离一心之外，各有功夫浅深不相同啊。假如浅深相同，怎么能分九品呢？啊，九品就不能分，分九品可见得功夫至少分成九等。最下下等的都有资格往生，何况上品。这个下下品的四一心，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功夫成品。什么叫成片？是不是我一天到晚二六时钟啊，心口佛号不断，这叫一片啊？这个的确是样子像一片啊，相似的一片。真正的一片是什么呢？真正一片确确实实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，再不会挂在心上。挂在心上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，那叫真正的功夫成片。还有其他的事情牵挂，不叫做功夫成片。古人所谓的这句佛号念到像铜墙铁壁相似，藕益大师在要解里讲的，风吹不入，雨打不实，也不管用啊。那就讲你形式上到一片没有用，必须心里头确确实实没有牵挂。也许同学说这真难呐，不容易做到啊。难在哪里呢？难在把一切法了是认了真了，当真的了，不晓得这一切法是假的。金刚经上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所以你对于这一切法牵肠挂肚，这个放不下，那个看不破，冤枉啊，不是真的。
这是我们念佛往生之所以不能够成功最大的妨碍，就在此地。你能够把世间一切法看破了，这是智慧。真正一切放下了，功夫啊。然后这一句佛号是一念相应的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的，念念佛，你才会相应。你一丝毫牵肠挂肚放不下，就不相信。麻烦你在此地，这个相应两个字也要认识清楚。有些人认为，我心里有佛号，口里念出来，耳朵听进去，这就相应了。这是心耳口相应，与佛不相应。一念相应，一念佛嘛，与佛不相应。佛是什么呢？佛是自信。自信是什么呢？自信就是法界。一丝毫牵挂都没有，这个心跟虚空法界是一样的。身跟虚空法界是一样的，身也没有差别呀。所以你诸位细细去体会体会我刚才给你讲的那两句话：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住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你细细去体会这两句话。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是四圣法界。住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是六凡法界。四圣六凡不二，是一不是二。为什么呢？都是一切法，一切法没有两样嘛。这与一切法就相应，有一念执着就不相应。事出世间一切法完全没有执着，这个样才相应的。这样才是究竟圆满的人生。人生是什么？人生是快乐无比呀！谁愿意搞那么苦恼啊？你苦从哪里来的？你执着来的，你不执着哪来的苦啊？所以一切法你真正能不执着，苦就断掉了，苦就没有了。那么七稍顿者，后二后三乃至七日方得成矣。夜有立根，今于七日断然一心，纵不稍乱。其稍顿者，仅六仅五乃至一日后便散乱。是故过有立根，不应偏熟。这个偏熟就是告诉你不要执着。这些都是现象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相有没有呢？相有，虽有，不是真的。这个底下演义就不必念了。我们再看下面的抄：十日者，大本云，斋戒清净，一心常念。十日十昼夜不倦者。
命中必生摩擦。这是佛在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讲的。定的期限是10天10夜。那个关键呢，在斋戒清净一心常念。斋戒清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，常念就是不间断。所以真正抓到这个重点，没有不成就的。经文这些关键的地方一定要知道，一定要把握住，才晓得这个佛号要怎么个念法。又故无因王经云：若受持彼佛名号，坚固其心，意念不忘，10日10夜，除邪散乱，必得见彼阿弥陀佛。《无印王经》上也是讲的10天10夜。方法没有两样啊，都是以不怀疑、不间断、不夹杂，这样才能够成功。其其者，大吉经云：若人专念一方佛，或行或坐，至7日现身见佛，即得佛身。佛在大吉经上说，并没有指哪一尊佛，没有特别给我们标指阿弥陀佛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切诸佛都有净土，你想往生呢，用念佛这个方法都能够满愿的，何况阿弥陀佛的本愿，在以名号戒引一切众生。所以念阿弥陀佛那就更殊胜。90日者，波州三昧经云：若人自是90日中常行常立，一心细念，于三昧中得见阿弥陀佛。那么波州三昧这个相当不容易，期间很长，90天。90天呢，是90个昼夜不能睡觉，不能坐下来，可以站，可以绕佛，可以走动，不能坐下来，不能躺下来。那么诸位想想，修波州三昧普通人做不到，普通人没这个能力，要年轻，要有体力，要有精神，才能修波州三昧。那么也是一心细念，一心里面把这个修行的要领都包括了，你心里面还有妄想，还有执着，就不是一心；还有疑惑，也不是一心。下面再看《文殊般若经》云：90日中端坐西向，专念于佛，即称三昧。这个《文殊般若》，它是坐着念的。波州三昧是站着念的，
啊，这都是以90天为期，啊，很难呐，不容易。一日者，大本法藏愿云：一心细念于我，虽知一昼夜不绝，彼生我刹。十念者，观经下下品云：其人苦逼不慌念佛，十声称佛等。这是观经里面讲的十念。一念神，这些在此地我们可以不必细说了。在观经里面，在无量寿经里面都讲得很详细，无论在理、在思、在境界上都说得很多。要紧的是老实念佛，客气求真，啊，使自己真正做到精进不懈，目的是在此。下面解释慧明一周者，从子至午乃自慧而明，子是半夜，我们现在讲半夜子时是夜晚的11点到1点，这2个小时是子时。午时是中午，11点到1点，这是午时。从晚上子时到第二天的午时是从暗之明，从午时再到晚上子时是从明之暗，这叫慧明一周，就是一昼夜，就是现在讲的一昼夜。佛性故刹那生灭，宽昼夜乎？于此一心，所谓260种念念无间者也。这个把佛在经上讲的本意给我们说出来，就是叫我们念佛不要间断，所以一定要提起精神来，办自己的生死大事啊。学佛的人不可以不知，能办生死大事者，人生哪有不幸福美满之理呢？大能包括小啊，小不能包括大。无上佛尘决定包括人天，人天不能包括无上佛尘，这个是一定道理。可是学佛要从做人学起，人都做不好，哪里能成佛呢？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没有教给维提西夫人求生净土方法之前，先教他修三福。这就像你想做佛，先把人做好。人不能做好，成佛没希望啊。这个一定道理。由此七日，不必定是临终七日，
也平时有如是定力者，彼生其福。这一段开示非常重要，重要在平时的功夫，千万不可以疏忽。底下这个注解里面说得很清楚，平时者恐人知七日之文，未必一日之七日而便命中方明七时，就是怕人家误会这个七天大概是临命中前的七天，念了七天这就往生了，怕人家在这里起误会，故言或临终或平时，但有一日或七日之定力者，皆得往生也。所谓闲时办，忙时用，后至命中，因果相符，彼生彼国。这个几句话很要紧，平常念念到心清净，要把这个清净心保持，不能让它失掉，要想永远保持，那就是观经三福里面的身心因果，这才真正永远保持。为什么呢？真正深信因果的人，心是定的，他没有恐惧，他不会散乱。世间人最害怕的就是日子过不下去，都是为一时在烦恼。真正相信因果的人，他知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操心，天天操心你日子是这么过，我不操心日子还是这么过，不能说不操心的人那个日子就过不去了，还没听说过了。这个操心岂不是冤枉操了心吗？所以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倡了凡四训，就是让大家对于这个事实真正觉悟，真正认识，不操心，不再去打妄想，一个人一生通通是命里注定的，你还操什么？纵然命不好也不要受，命怎么不好呢？前生造的因不好吗？要想好命只有现在造好因，改造自己的命运，重新再造自己的命运。了凡四训讲得很透彻，操什么心？所以这一本书非常非常重要，确确实实不但是学佛，连做人都要以这个为基础，以这个为根本，没有这个东西谈不上佛法，怎么能学佛呢？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要紧的，也等于是一部经典了，不亚于经典。我们的心果然做到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，
他心就定。知足常乐，对于现实的生活满足，满足就快乐。有人说这样子未免太消极了，这个社会怎么可能进步呢？决定不消极，也决定不妨碍社会的进步，不会妨碍，社会是更进步，那人生更美满。为什么呢？在这个时候真正知道替众生服务啊。你看看了凡先生没搞清楚的时候他是很消极啊，搞清楚之后他非常积极，他就不消极了吧。哪一个菩萨是消极的，哪一个佛陀是消极的，我们没见过。甚至于连阿罗汉，消极的阿罗汉也找不到啊。人天里面消极的那真正是可以找到。声闻缘觉诸佛菩萨找不到。都是积极发心为一切众生服务的。所以这个念佛的功夫要在平时养成。到临命终时这用得上了。平时要不养成，临命终时手忙脚乱，用不上了。所以什么事情都要看淡，都不要认真，把得失这个关呢要打破。绝对没有得失心，得到就像做梦中得到的，失掉也像做梦中失掉的，这样就好。有没有得失？有，得失不关心，与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的心怎么不清净？这个时候念佛功夫才得力了。真正修道人不业上精进，事业上随缘，语言殊胜呢，多做；没有语言就不做，这才自在啊！延培法师这一次到我们讲堂那边来住了，我们台湾的同学都出乎意外，怎么想？也想不到他为什么跑到我们讲堂来住，他是在想看看我们究竟在做些什么。他住这么多天看到了，我们的事业随缘，不化缘，不是在那里想一个计划，我们今年要做些什么什么什么。不搞这个，我说那个打妄想啊！明天还没有到，想明天的事情就叫做打妄想。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计划的。我们也不问人要钱。我们守住一个原则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。你看这心都自在，可是人家要送钱来，送完了我们要替他做事，他送的多
就多做一点，送的少就少做一点，不送最好，我们就不要做了，这多快乐呢。这他这次看到了啊，看到我们这个大家在一块相处啊，欢欢喜喜快快乐乐，这他看到了。啊，那么我们这个快乐实在讲呢，是佛教给我们的，我们照做才得到快乐。我们的理想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我们的目标进程的眼前的是个人的幸福，家庭的美满，社会的和谐，世界和平。远程的，我们要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你说我们这个佛法是人成，是天成呢？所以这个绝对也不是在空谈。我们真正得到幸福美满，这是真正的人间佛教，这非常踏实啊，快快乐乐啊。不大妄想，不自欺不欺人，把经典的教训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，这个叫学佛。下面这个一大段注解的文字很长，占全经1/8，解释什么呢？解释一心不乱啊，这个是弥陀经，特别是弥陀经疏抄重点之所在，其他部分要没有听到，这一部分呢一定要仔细的来听，我们在一起好好来研究。一心不乱，以智持之极也，是为一经要旨。这一句是总说，是总纲领。下面呢有注解，心者解口诵而心不念也，所以着重在一心不乱。一者解心虽念而念不一也，你看他这个字，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啊！念佛着重在心念，口念累了可以休息，不念没关系，心里头不能没有佛，心里头要有佛，口里不念没有关系啊！心里面呢，只能有一尊佛，不能有两尊佛，有两尊佛了就二念了，那就二心念佛了，这个不可以，要一心，要专呐，不乱者，今念虽一，而有时乎不一。这个不乱呢，就是一心达乎到纯熟啊，因为一有一个杂念呢就乱了。
一心不乱，前面跟同学们说过，从事到理有种种差别不等，大而分之，理有九品，事也有九品，再细分之，仕途各有九品，四九就三十六品。礼业心三十六品，事业心也是三十六品，这还是粗分大分，这个要知道啊。虽然都达到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里面还有前身差别不相同啊。演义里面对于这几句有简单的解释，口诵而心不念者，口诵佛名，心持万境，是为读佛非念佛也，以念从心故。啊，读是什么呢？你看那个读啊，你说没有心，那叫读佛，不是念佛。念佛是有心啊，精心的，精现在的心就是佛。佛就是心啊，那才叫念佛啊。读佛了就怎么没有心，口里头念得很大声，心里面呢在胡思乱想啊，这叫读佛，大声的读佛啊，这个不管用。心虽念而念不一的，虽心念佛，静会交持，是虽念佛非一心也，一心者纯净故。心不清净，不清净是有夹杂啊，所以念佛有夹杂，就是不一了啊，一就不会有夹杂。念虽一而有时不一者，虽少时一心呢，后复还乱。所谓着则勤而默则怠，一日曝之，十日寒之，十岁一心，还复乱也。一不乱在无见故，皆非敬业之能事也。这个话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，要在这个念不间断啊，间断呢就不一了啊。虽然有的时候哎到一心啊，可是过几个小时之后又退转了，又乱了啊。所以诸位仔细去体究这个原因在哪里啊，我也跟大家提示了，可是你要真正仔细啊去体会，去追究，要把这个找出来啊，这才是我们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啊。现在是末法了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。啊，有很多人提出来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么样的简单，这行吗？这可靠吗？啊，一生当中依靠一部经就能成就吗？如果依照一部经成就，佛为什么说那么多经典，说那么多法门？听起来也蛮有道理。我们听了心会不会动摇？会不会改变念头啊？这就是我们一生当中成败关键之所在啊。所以念佛要求老实念佛啊，老实跟外面的境界
接触的越少越好啊，我们也不要跟人争论啊，他修他的，我修我的啊，才有成就的指望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